我们家房子的首付，谁付的？什么高档小区？连个游泳池都没有，连个门童都没有，这跟俺家比简直没法比，知道吗？跟你哎，行，别比了，别比了，来来来。门在那边呢啊，你帮我拿点东西不行啊？拿什么拿呀，我都累什么样了。开门啊，你自个儿开，我都累什么样了。你怎么这么难伺候呢？媳妇儿，哎，开门来。来了。快点。哎呀，快。哎呀，我天哪。哎呀。你这是搬家去了，你还是接人去了呀？哎呀。就这个呀、啊，就他，沙发客啊，沙发客，我跟你说，媳妇儿，你过来，啊，你过来，这回可摊上了，怎么了？这小姑娘，她爸爸可是个大老板，回头咱们到他们家住去，那肯定住他们家大别墅，吃他们家大龙虾，看他们家大海滩，我跟他们谈大生意，咱们家赚大钱。大小姐吗？大小姐，咱伺候好，对不对？啊。就这儿啊？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按照你们背包客的协议，不是那个叫什么什么客，沙发客的协议，我就得住沙发。哎呦我去，这能行吗？太次了吧？这怎么能次呢？我家这沙发新买的，老结实了。对，哎呀，哎小妹妹啊，这沙发你可别小看这沙发。可舒服呢，你看，我平常我老睡这沙发，还有我看球的时候看嗨了，我还在这上面跳舞呢。对，你还会跳舞？你会点儿？你给我跳一个看看呗。别了，街坊邻居都睡觉了。心里那么得劲儿吗？哎呦，焕发了第二春呢！你够不容易啊，那是吧？你下来，下来！你跳舞脑瓜仁子生疼，你下来！行了，快点！整坏了，我再让俺爸给你买个新的，不就完了吗？至于吗你？我被他弄得一点心情都没有，不跳了。行，这是啥？哎呀，媳妇儿。小孩子嘛，刚来，你愿意让他玩就玩会儿呗。你想想他爸爸，大老板，我跟他们谈大生意，那咱赚大钱。赚什么大钱？干啥呀？你用这个牌的香水啊？啊，咋的？哎呀妈呀！我老稀罕这个牌的香水了。哎呀妈呀！你进屋头一回说一句我爱听的话呀！来，我跟你说说这个香水啊。啊，大牌子是老贵了，可不咋的，法国的。俺家小狗一直都用这个牌的。啥意思？啊？说我是狗呢呗？不是你没听出来我这是在夸你吗？一般人我能拿他跟俺们家乐乐比吗？这是哪儿长的熊孩子呀？这么不会说话呢？媳妇儿，你千万别生气。你生气的时候你就想想他爸爸，他爸爸可是大老板，将来咱旅游还得去人家家当沙发客呢，住人家家的大别墅，吃人家的大海鲜。我先给你买个大枕头，你先做一场春秋大梦吧。这孩子，你说说，怎么还一惊一乍的呢？咋的了？这咋的了？你这是没有事儿，咱俩唠咱俩的。小孩就这样。啥玩意儿？手机怎么没电了？哎，这是我的，还没充完。哎，行，充吧，拿着充。你这手机，你回咱卧室去充去。凭什么？这是我家。我知道是你是人家不是客人吗？对不对？咱家怎么什么都没有啊？咱俩怎么还不给我做饭啊？我都饿了。你那沙发客协议里边也没有我给你做饭这一条啊？不做，什么意思？坐，马上坐啊！哎，你给他对付一口不就完了吗？我做那玩意儿你都不爱吃，我能给他对付得了吗？你是从哪儿找的姑奶奶来呀？你签的协议咋结束把我卖给他了？人家来了你就热情一点呗。咱俩在那儿磨叽什么呢？稍微配一点儿。
哎呦我的天，那儿看见了吗？那儿有方便面。对对，自己看，自己看，爱吃不吃？钱充分。我钱充分。我不管你充分哈，咱俩不都说好了吗？啊，互相管吃管住最高水平，你就给我吃这个呀？小姐，这就是我们家最高水平了。我们俩真的不会做饭，我们俩不做饭。好，我现在就要逮饭，我要逮饭，要逮饭，要逮饭！哎呀，别嚎了，你协议里边可没有在我家嚎这一出啊！对对对，我告诉你，再喊的话，我给你扔不住，你信不信？你敢动我一下，你试试？你是不是得打听打听我二鼻子是谁呀？啊！我告诉你，别说你，你那些破玩意儿，我都给你复原出去。哎呀，大姐夫，大姐夫，赶紧救命啊！赶紧救救我！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谁呀？你是猴子派来的救兵啊？谁呀？钱顺风的姑奶奶。哎呀，顺风啊！哎，你姑奶奶来，你咋不说呢？我家里来抢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！顺风啊！哎，你姑奶奶挺年轻啊。哎，什么老姑奶奶？到咱们家来住的沙发客。哦，是沙发客呀！欢迎欢迎啊！就是上次那个三米粒找的那个沙发客。不是，人家那是沙发客。这，哎呀，我都气死我了啊！哎呀，我要逮！他在逮谁呀？他要吃饭。他，我告诉你，别吵了，再吵今天我给你撇出去。谁来了？管人饭吃，对吧？甭管，我来做。你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做，好吧，孩子。你这什么？你会做啊？我会做。那你给我来锅麻辣烫，炸个 QQ 鸡架，来个双皮奶，再整个丝袜奶茶，够了。丝袜奶茶，这我不会呀、啊，我平时也不穿丝袜啊，还没你把你丝袜脱了，我试试。哎妈呀，你笨的呀！那算了，什么好歹弄点就行。那行了，我跟你说，孩子，我呀刚才给我爱人做了点饭。他没吃，你来吧，这可好了，你看高粱米水饭好吃极了啊！来，尝尝，嘿，哎呦，高粱米水饭，你看，来，好不错，不错。什么高粱米水饭呢？这不就高粱米熬的粥吗？人家吃什么长大的？人家吃不了你这土东西。孩子，这可不是一般的粥，这叫珍珠翡翠粥。养颜的，你看他那皮肤好吧，他就是喝我这个珍珠翡翠粥，可养颜了。尝尝怎么样？嗯，有，蘸酱菜。蘸酱菜不好逮。什么蘸酱菜呀？不是吗？这叫蔬菜大酱沙拉。那是西餐呢？西餐，绝对的西餐，西餐整点行。嗯，来，尝尝西餐吧。这西餐怎么吃啊？这是这样吗？你看，把这个蔬菜弄上，完了把这个大葱啊蘸点酱，你看抹在这个菜上，完了你这么一卷，哎，完了你要是觉得不够咸，你再蘸点酱，尝尝，我怎么样？哎呦嚯啊，味儿怎么样？还行。你看看，孩子就爱吃西餐啊，吃吧啊。瞬间把两道土菜喝这个吧，啊，珍珠汤可好？珍珠汤真厉害，你到哪儿找这么个主啊？网上找的呀。网上说人家他爸什么有钱是大老板，然后以后我俩要是去旅游住他家沙发，还说要跟人家爸谈生意。你说你这个心呀，怎么的了？这是想法。哪们还知道找我呀？别找我了，我永远都不让你们知道我在哪。顺风，哎呦，我怎么觉得有点不太对劲儿啊？我也觉得有点不对劲儿了。不行，顺风，你得问问他怎么回事，别到时候出事儿。我问不了，你看他跟我关系不行，跟你挺好的，你去问问。哎呀，不认识人家，人家是你找的，你去。哎呀，我去。哎呀，我勒个去，他要去，你不能去。那谁去呀？我去。顺风，哎，你不会是又坑我呢吧？没有坑吧？大姐夫啊，我向你保证，他这回真没坑你。哦，他就是想让你帮他擦屁股。啊，少说两句吧你！大姐夫跟我什么关系？帮我擦点屁股怎么了？
孩子，嗯，你咋不接电话呢？管得着吗？这电话是谁打的呀？阿爸。你爸打的电话，你咋不接呢？你管得着吗？别以为你给我弄点什么西餐，我就得听你说哈。不吃了。哎哎，孩子，你爸打的电话你不接，他不得着急呀？我让他们打的呀，他们不打不就不着急了吗？活该他们着急。听听，这孩子得多不懂事儿。我懂不懂事跟你有关系吗？你又不是阿妈，管得着吗你？我告诉你，我要是你妈，你要是我孩子，我不捏死你！来来来来来，我求求你了，你是不是跟你爸爸怄气了？你会说话吗？我发现你的智商跟你的颜值不成正比呀、啊！我跟他们怄气，他们要是不惹我，我能离家出走吗？啊？哎，你等会儿，小妹妹，离家出走？你到我们家来，你爸爸不知道啊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他呀？他管得着吗？你必须得告诉他呀！你爸爸是大老板呐，我还得指望着跟你爸爸做大生意呢，我还得住你们家大别墅呢。你知道你哪儿最可爱吗？哪儿啊？傻的可爱。我就那么随口一说，你还当真了？秦顺芳，我这是你琢磨吧？你等着，看我一会儿咋收拾你。那孩，嗯，别在那儿忒忒的了，是不是上我家混吃吃喝来了？赶紧出去，要不给你急眼啊！走，赶紧呀，赶紧，你得救我。没事，你先把哥松开，好不？来，那个你往那边坐点，哥好发挥啊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我发现阿爸他不爱我了，我太伤心了。不能，你爸爸怎么会不爱你呢？天底下哪有父亲不爱自己女儿的呀？他就是不爱我了。他怎么不爱你了？我跟你说啊，昨天我过生日、嗯，他不仅没给我过生日，还没送给我礼物，他这就是不爱我了。你就因为这点事就离家出走啊？我就是要让他们着急，我要惩罚他们，谁让他们把我生日给忘了的？哎呦，我说你个小丫头片子，还。哎，你是不是我闺女？你我闺女，我抽死你！你抽我，你抽我，你现在就抽我！你们大人都不理解我。我理解。大姐夫，没毛病吧你？来，让你帮忙，你帮倒忙啊你！我觉得他说的是有道理的。你看，我也是做父亲的人，如果我要是把妞妞的生日忘了，那妞妞也生气。所以我觉得他这么做还是有道理的。哥，你简直太好了，你就是我的男闺蜜呀、啊！不。男神，么么哒！不是，这个，不是那谁，你先把男神松开，行不？来来来，男神腰受不了。这个男神呐、啊，这点事儿就得你解决了。你解决到底啊！我明白，有多大的颜值就有多大的担当。哎，那个。那个男神问问你啊，嗯，哎呀，你爸爸不爱你了？嗯，哦，那我觉着你这么惩罚你爸爸，不够劲儿，不够吧？不够。我也想了，肯定不够啊。嗯，所以我在出门之前，嗯，我爸爸的身份证、银行卡、车遥控、家里面遥控器、钥匙柜，乱七八糟的，我全都给背包带出来。哎呦我天！来看看。哎呦我！我把家里的 WiFi 密码都给改了，狠不狠？厉害厉害！跟我说你这孩子，我跟你说，这要是我女儿，我非削她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想教教你。你教我呀？我觉得你这些还不够劲儿。还不够劲儿！你知道怎么能让你爸爸心里边最难受吗？怎么的呢？你这样啊，明年你爸爸再过生日的时候，嗯，你就假装忘了，嗯，你就不给他过生日，嗯，对吧？你就不给他买礼。对，你爸爸的生日是哪天呢？阿爸生日？嗯，我不知道。你连你爸的生日都不知道？不知道啊，我就记得年年都是阿爸阿妈给我过生日，我从来都没给他俩过过生日啊。那再说了，不都是爸妈给孩子过生日的吗？孩子呀，嗯，你今年多大了？
十九。你爸爸过去是不是年年都给你过生日？嗯。你爸爸给你过了十八年的生日，就这一年没有过，你就说他不爱你。你爱你爸爸吗？我爱。你爱你连他生日你都不知道。孩子呀，你是不是觉着这天底下父母爱自己的孩子是天经地义的事情？但是你别忘了，他们也需要爱。儿女爱自己的父母，那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我敢跟你打赌，打你离开家那一天起，你爸你妈不知道急成什么样，他们现在一定吃不下饭睡不着觉，他们现在心里边时时刻刻想的就是你。真的吗？阿爸，爸，你着急了吧？我错了，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给我过生日了。以后我和你和俺妈俩过生日，我年年都给咱俩过生日。妈，你别哭，我爱你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回家，你放心吧。哥也是一个做父亲的人。哥，嗯，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感哈。我现在管不了你了，我得假装生气啊。哎，你先哭。哎，那个，你看你人生地不熟的，这样吧，我给你送到车站去，好吧？啊，哥。哎，你要不然你就给我送家得了，肯定能好好感谢你啊。站住！吃大葱呢，怎么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？小妹妹啊，我带你来的还是我送你回去吧。另外，我跟你爸爸要好好的谈一谈。不用，我就用这个哥送我。不是，那我也想去啊。你想去啊？不有行李吗？啊，主动点。哎。哎，我成打杂的了，我。你长得就像打杂的，你咋给人拿来的？给咋咋给人送回去啊？你帮我搭把手呗。哎呀，扯！你说这一天我跟你上的结婚，哪里了？等我一会儿。